各位好，欢迎收看股市一路发。今天现在是10:24，盘中开始。然后昨天因为美股因为收高的原因，台湾还是开高。那开高的话，上个礼拜跟大家来分享过了，台股现在正处于它的一个中继整理。所以今天主题是中继整理的怎么样的探讨。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台股成为一个空头走势以后，上次跟大家报告过了，在8000点到下面点7600多点里面做一个狭幅性的中继整理，也就是属于这边的箱型震荡整理。也就是说它开高的时候也不用太开心，到一个某个压力的时候请你把股票卖掉，到低档的时候可能可以稍微承接一下，做一个箱型的区间震荡而已。那这边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它上涨的时候通常量能太少，下跌的时候通常会出大量，代表的意思就跟投资朋友说，现在的情况不是的那么良好，也就是符合我之前跟讲大家讲的空头的趋势。通常下跌的时候会大量的带量的话，代表说它的往空头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它上涨的时候成交量量缩，表示说没有人想要追价，那这边只有只能做箱型的震荡整理而已。那从美国道琼开始说起，美国道琼前波低点15370以后，这边这个低点长长的下影线没有跌破，没有跌破不代表它未来不会破。基本上来说，它这个三个头来这边跟全世界宣告，我的美股已经走入了一个空头的趋势。但基本上来讲，美国的经济非常非常好，股票还是会有下滑的空间。所以基本上来说，操作金融市场而言，要顺势而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既然它跌那么惨的话，台湾有一个 S&P 500 SP， 反的那股票的话，它也涨得非常高，之前跟大家来分享过了。所以基本上说，如果你没有去放空美国的股票的话，其实来讲买台湾的 SP 反的股票的话，其实是不错的选择性。不过这边来讲的话，稍微注意一下，投资朋友，这边有稍微又做止跌的现象了。也就是说，它跌幅了这么大的区间里面，不要以为它会续跌。也就是说，它在跌的区间以后，类似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我们下坡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走到一个平地，缓缓的，就是让空方可以休息一下，多方的人可以逃命。那到最后的时候，它又往下走的时候，其实也是你开始放空的机会的开始。在日本反的方面有没有？日经方面也是一样，它整个下跌以后已经跌破了前波低点，它表示比较弱势一点。那基本上来说，台湾的日本反的股票，它也是因为日本日经指数大跌，它就会往上涨的空间。这之前也跟大家来分享过了，所以基本上来说，如何趋势看懂全世界的股市的话，其实来讲，台湾的 ETF 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性。虽然它的走势来讲，它跌的幅度非常非常深，那也不代表说它也会急速的继续下跌。也就是说，它跌了一段了以后，基本上来讲，一定会有稍微反弹的时候，也是葛朗币八大法则里面的下跌里面的反弹波。那反弹的话，基本上这个地方没有过均线，有可能它的反弹比较大的话，可能会过这个均线。也就是说，反弹就是接逃命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日经指数来讲的话，跟台湾股市也是非常非常像的。其实全世界来讲的话，金融市场已经陷入一个熊市的一个区段了，所以任何的保有你的资金，现金为主是非常重要的。假设你想要投资的话，可能可以投资它的反的方向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性。不过稍微注意一下，它一定会有反弹。那反弹的话 ，ETF 那种股票指数的话，可能就会有下跌的空间，大部分以拉回量缩去买进比较多。在上海综合指数方面，2850这个点被跌破以后，这边开始做一个盘底的动作。那果不其然，符合我之前跟大家报告的，这跌破以后，
虽然没有再继续往下去杀，那还是做一个盘整的区间，符合我们对它的定义。也就是说，它从5000多点跌下来是以后，做一个大的中继性的整理。像这种中继整理的话，就非常非常像我们的汉威克的走势，也是非常非常像。有没有注意到它到最后会怎么样？你看汉威克怎么走，就知道上海股市未来会怎么走。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所有的金融市场其实操作来讲，不免都是一些所谓的之前的历史的经验，可以对它未来可以做一个琢磨。但是来讲，它跌幅那么深的话，其实它还是会有反弹的空间。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以上进广告时间，谢谢各位。轮源投顾认真负责专业，竭诚为您服务。服务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欢迎收看股市一路发。那从股票开始说起，大立光来讲的话，还是符合我们对它的期待性，它还是属于下跌的区段。果不其然，它这边有一个反弹，可是它反弹的感觉非常非常弱势，代表了它的反弹弱势的话，它的空头是比较强的。各位朋友不妨注意看，除非它要过这个高点以后，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空多交换。不然的话，基本上来讲，它在这个长期均线的压制下，它要涨过去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的机会是蛮渺茫的。在汉威克部分，在一个大的箱型区间以后跌破以后，你就知道它跌得非常非常深了。那不要去预测它的低点，怎么说呢？因为它从1800多点跌下来以后，到1000多点这边做一个箱型的狭幅震荡，也就是所谓中继整理。我这只股票我讲了非常非常久了，它跌破这个点位的时候，它自然会往下杀。果不其然，它真的是杀得非常非常重。也不要去预测它的低点在哪里，因为油价的低点也不晓得在哪里。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很少跟投资朋友说去预测它的低点。基本上它底型成立的时候，投资朋友自然会看得出来它在打底的动作了，那时候去做买进的话，可能安全性相对比较高一点。那台积电来讲的话，跟大家报告过了，它145块以上跟130几块这边做箱型整理，果不其然跌破了低点以后，它就自然就往下杀了。基本上来讲的话，台积电现在是守住在130几里面，让大家对台股有信心。可是基本上来讲，国际形势如果不佳的话，它要守住这个点位的话，其实不怎么容易。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从上升趋势线跌破以后，基本上来讲，这段就进入了一个小型的空头走势。那如果说台积电真的要往上涨的话，就麻烦这个低点不要去跌破的话，它还有机会往上攻的机会。不然的话，它被这个长期均线压制下的话，我想它要涨的机会真的非常困难。那在油价方面来讲的话，虽然这油价现在大家已经提出了一些非常非常多的证据，非常非常看空它。那昨天由于刚好换仓位的关系，可是这边第一档爆大量的关系，4万多张、5万多张，表示已经有人在这个时候去做买进油价的地位。这时候你投资朋友可以稍微观察一下石油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有反弹的机会。也就是说，以这个低点来讲的话去判断，如果说未来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个低点没有跌破的话，其实基本上来讲，油价已经趋于开始慢慢的做弹升的动作。弹升的话不代表它马上就会并入一个多头走势，整个趋势来讲是空方的，它要打一个底，做一个头，做一个底，在往上涨的时候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最起码1-2个月以上。所以各位朋友不妨可以注意一下，如果石油在这边打底的话，或许我们的油价可能在下跌的机会可能就比较渺茫了。那渺茫的话，表示说它已经做一个金融市场在油价对它定义来讲已经有相对性的一个底部的讯号。但是不要去猜测，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底部要能够不要被跌破1-2个月以上，才有机会成一个底部动作。不然的话，它跌深的起码是它最大的利基。然后上次跟大家报告过了，重旗这股票，这支股票
隔天又涨停，又赚了大概17%，今天也是属于开高部分。所以基本上来讲，股票在多头走势来讲的话，属于买进这种多头股票的话，还会持续的往上去涨。那空头股票的话，就像大力光、汉维科，我都跟大家分析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那通常这种像股票的话，在空头走势来讲的话，属于这种要强开始涨的真的机会比较不大。不过还是可以稍微发现一下，只要说能够打出一个底，有点往上的金线的感觉的话，基本上来讲，它还是属于多头的走势。那之前跟大家包括日本版，在18块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过，这边会过这个高点。那果不其然，日本股市强跌，那就开始强轧空。那强轧空的感觉的话，就是想说它涨得非常非常大。事实上，投资朋友如果听我节目的话，基本上来讲都应该买在19块这附近，因为我那时候跟大家来分享过了，它做了两只脚就会往上去攻。那往上果不其然，它真的攻得非常非常高，很恭喜会员朋友。在美国的 S&P 500反应的话也是一样，在开始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跟大家来分享，美国如果股市大跌的话，它自然就会大涨的动作。那果不其然，它还是属于非常强涨幅的，非常非常大。那这边来讲的话，如果美国有做拉回动作的话，自然而然重股票会跌下来。跌下来的话，如果跌到一个某一个区段的话，它整个不跌的话，或许就是另外一个坡的开始了。以上就是我的分析报告，谢谢各位。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